是我们这给我弄俩牌儿，写的是什么？一个是不准带酒上台，那个呢？再搬私搬。好，那你说一个咱们这儿带酒上台的典范吧。哎呦，这不好说呀，这个。这个有。哎，大爷们儿，我这儿有一个十分钟的一个时间块，如果答对的话，送一十分钟，就可以把表调回来十分。哦。那再给一个五分钟的，十五分钟。这就看敢不敢说实话，说不出，说不出口啊？还加吗？再加一个两分钟的时间块，你再等会儿，一会儿师傅就梭哈了。先退回一个两分钟的吧。我举报，我举报。你说吧，就一会儿都退回去了。这个。哎，我干爹呀，我干爹有过一次。你老家的那个干爹啊？不是，就是现在这干爹呀。说出名字来。于谦，于老师。于老师怎么了？于老师啊，有一年啊，跟您演分科班的时候啊，带酒上台了。哎呀，不能吧？我们都这个岁数了。啊，能。好。那舞台上出事故了没有啊？啊，那都没有。哦，那就不是那天。这非得有事故。出了点儿，但是不太。是谁力挽狂澜了呢？跟着您呢。哦，你。请热心网友到网上搜一搜郭德纲于谦酒醉版分河湾。我这么一说，他们不会在这儿出字幕的。台上这是什么味道？有点熏眼睛。自有班固以来，哪有带酒上台的？除了你欠大爷以外，万幸没有造成舞台事故，还没造成舞台事故，我折不过来了啊！孟鹤堂有没有在台上喝过酒？我没有，只是带过喝酒的上台。但是你谦大那天喝酒上台，是我带，是你开车来的吧？对，你大爷不是故意的喝酒上台，是给你们就当时他们惯我，那也是喝多了，是给你们做一个反面典型，是提醒你们以后这样就错了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上九溪，什么叫再搬私搬？就是说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。嘿。其实用现在的语言来说，就是不安心本职工作，干什么都是踏踏实实下来，不是说必须捆你一辈子在这说相声，但是干一天就得好好干，啊，否则话就叫再搬私搬，这是过去不管是京剧啊，很多戏剧行业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，也为同行们所不耻。你不要以为你在这儿，你喜欢咸菜场，咸菜场就爱看你了，咸菜场也会因为你在这儿的表现不欢迎你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哎，所以你们两个人以后，一个不要喝酒，一个不要想上咸菜场了。好，好，这十七分钟就奖励给你们两个人了。哦，好不好？哦，怎么使用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了。拿着啊，好孩子，我把这时间呢给您二位。你别都给我们，你们怎么办呢？啊，救命啊！嗯，给师傅。对，我们俩现在是笼子磕的啊。嗯，十七分。哎呀，你们还很年轻，我们不重要。嗯，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走了，师傅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干爹您多保重。得嘞，我们调了啊，表，你们留着用吧，孩子。哎，您别假客气了，师傅。哎，这就是我收徒弟赚来的。真需要救命啊！师傅来救你了，救命啊！我得到了一把扇子，天哪，这了不得了！哎，你要信我的，你把扇子给我。我信董队长。那个真的吗？我觉得如果要你给的话，师傅觉得肯定就不是这把了。师傅是这样吗？你要特别想给你就给，反正我把话说在这儿了。因为总队长说话还是有力度的，但是我还怕呢，我给完也不行啊。没事，咱俩是一组的。这是我跟乔贤跟张伦，我们仨人是一组的。哎呦，老秦来了，是吧？我们仨人一组的。您先看，这是您那把吗？哎呀，嘿，这是您拉那把吗？可以是，是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这个谁出的力多啊？首先来说，扇子是张伦拿的啊，咱别搁人肉埋饭里。你看那身上啊，全是泥。好，啊，大琴琴呢？他走一半，但是这是我们的战术打法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秦小贤，哎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三。
那个你们上那屋找还有算盘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二，这是二。现在少说话行吗？对对对对，少说话。他这个智力怎么能够拿得到扇子呢？所以他没有拿到啊，是张文拿到。是我拿的，师傅。对，你再来啊，新小姐，你看这上面是二。哎，聪明多了，学习的快，他都知道他的小名了啊。给你二，谢师傅，太好了啊！这二是二两分钟是吗？两秒，你啊，过了。阿伦，五分钟，五分钟。哎，好。张小伦，来个二，谢谢师傅，来二。得五，好嘞。你们现在需要决定，你们手里的时间块是要给谁使用？决定给谁？就是你们自己拨表，还是送给你师傅拨我们这表？拨我们这表，我们俩就能逃出去了。给您拨您的表。对，就我们俩这个。这个，你们再商量。咱现在看看好吗？要我决定啊，就师傅于大爷。那你把那给于大爷给师傅吧。给了。哎呀，来，这一片孝心还是有的。好，来于老师。往回拨两分钟。哦，我想试你把这个表给他，真的拨不拨？我是这么想的。嗯，你把这个也给师傅。对，然后把这五加你身上。嗯，你跟师傅这表差不多。请于老师把自己的表往回拨两分钟，然后这给你了。你岁数小，不用给我。其实你不要，咱们后面还有吗？咱仨手心手背吧。好，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。得，加，这让人看怎么加。张和伦，时间方块，加五分钟。哎，加五分钟，觉悟，吓我一跳。噔，擦，我感觉这是个坏事，是吗？你怎么往那边拨？他怎么往那边拨呀？不能往回捡吗？请看一下笼子上写的八个字。笼子上，尊师重道，长幼有序。应该给五分钟对吧？我不知道啊。得了，现在晚了，镜头倒不回去了。救命啊！走吧，咱救人去吧。走吧。救命啊！行了，我们知道了。对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下回都给您加上，我再也不往自己身上加了。救命啊！这就是一个坏事儿，后悔死了。您好，您好，会长。会长，老板好。哎，坐在这儿。嗯，会长您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呵，这身体怎么了？我这家里闹了灾了。会长好，年纪都不大哈。会长，坐那儿。嗯，这个是你父亲带你来面试的吗？对，不是，我们不是爷儿俩。他不是你父亲，不是哥俩。我擦，老成这个样。我是16岁，着急了已经。哦，他是20岁。我20岁。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杨浩翔，会长好。坐下，很懂礼貌啊。我叫周航。周航啊？周航吗？不是，不蛤蟆，不是周航啊。我说周航吗？嗯，是在。那不是周涵、啊、不是、啊、哪里人呢？山东菏泽人士、啊、出牡丹。是的。哎呀，好地方。你呢？我是北京人，但我祖籍也是山东的。好，我们这个商会啊，在上海滩实力是比较雄厚的啊，现在需要吸收一些个年轻的血液。听说了，我们就来了、啊、都有什么特点长处吗？啊哈，我会种田。太棒了，赶紧回去买块地。不回去，就没有钱回去买地。有没有钱？嗯，沿街乞讨。哎呦，我还有别的能耐，你说来听听。啊，我会乐器。大上海就凭你的乐器，你都能混得很好。是吗？谢谢会长。你想，婚丧嫁娶是谁家也避免不了的，他都是需要乐器来伴奏，对不对？娶媳妇儿，你可以去给人家吹弹。我还是想学一学这个商会的一些事情。好。还有什么手艺吗？手艺我能给您买吃的，我能给您买各式各样的好吃的。留下了，你留下了孩子啊。嗯嗯嗯，他买吃的来，你帮他拎进来，好不好？好、哎。然后你该忙你的，忙你的去。有一天你们要好了，有没有想过，你要做个会长啊？您要当会长，我永远都不当会长。哦，那我儿子要当会长呢？我也不当会长。嘿，
要是他当了会长呢？他等不到那一天。你愿意当会长吗？如果有机会，我愿意当。这个机会需要创造。是啊，你比如说，你劝他不要参加商会，你能把他劝走，你就留下来了。他能把我吹走，我你躺着，我不躺着，我吹一段，你给你送走。我不去，我得给你买吃的去了。你已经定下来了，因为没有你，我就得饿死了。你听听，我们这儿呢，它是有规矩的，啊。每一个新来的呢，我们为了便于管理，那么从名称上我们要调整一下，九色。哦，九号，九最大的九号，好，好，对呀、啊。九郎，从今天起你就叫杨九郎了。哟，谢谢会长，谢谢会长。杨家将都知道吧？杨家将七郎八虎，在他们之后，希望就是你，啊，文忠武勇，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这一块。谢谢会长。哎，好嘞，今天起你就叫杨九郎了。字儿都写那么好看。好孩子。会长，我呢？哎，他这个字好看吗？好看。好，替他高兴吧。啊，你多看看。不，我也得有一个名字呀。这个，你这一辈子，你告诉我啊，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最大的愿望啊？善良。哦，善良，这是一个好字儿。以后你叫周九善，对，好，不，哎，还挺好，善，凉快这名字，凉快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能他说什么就给他起什么，做人嘛，跟上学是一样的，最后学生们可能会评出来优良中差，你叫周九差，好不好？这太差了，太差了，周九优也不好听啊，不好听，错啊，周九良怎么样？哎，这不错，达标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符合中国人的中庸之道，哎。好吗？好，不能太差，你也不必特别的优，能做到良就非常好了。好，恭喜你，谢会长。不客气。哎呀，努力啊！好的，去吧，还有白活等你呢。好嘞，谢会长，我给你买吃的去了。好孩子，快去啊！欢迎你啊！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姓孟，叫什么？范祥字叫辉，这个名字好。灰呢，就是这个灰土的灰，不是灰土，就说明这一辈子都是灰头土脸的。不是灰土土脸的，不是啊，是那个光辉的灰。哎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啊。叫栾美娜，能找人算的。哦，这命中缺美。栾美娜，很好啊。性别呢？性别这个男。哟，过这更好了啊。是吧？性别是男，哎，姓名叫美娜。美娜，阴阳和谐，必成大器。谢谢会长，太棒。这个你叫什么美娜？啊，我叫朱美娜。你们是找的一个人算的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可能缺猪吧。啊，命中缺肉。啊，叫朱建峰。啊，很感谢你们愿意到我们商会里来参加工作。希望我们大家在一起，并肩作战。哦，好。这个并肩作战是什么意思？并肩作战就是并肩作战。哎，他说的非常的对。啊，他就是不是一般的作战。来并着肩这么作战。哎，肩膀齐为弟兄。虽然是异性，异性有情非异性，同胞无意忘同胞。你明白吗？说以后你们要像亲兄弟一样。哦，这明白，这明白。明白了吧？没问题。啊，哪里人啊？来自黑龙江省伊春市。哎呦。红星区风景如画的一个地方，那么好的地儿干嘛不回去待着？在家里边就是一个烤串的。哦，那很好，又有手艺又有饭，回去吧。烤的库克老说太咸啊，少搁点盐，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，就上别处去烤串吧。不想烤，不会烤，不会烤，我那是骗钱。哦，那你自首去吧。我也不先别自首，我想在这儿，你看有没有什么某个。职业端个茶倒个水的，这个多大年纪了？十二，真好。我十三，这个就恶心一点了。很好，我这个今天见了很多人，没有这么开心，没有这么，他们都很正常，没有意思。我怎么跟一不正常的听？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有什么特长呢？除了烤串之外，我唱歌，还会唱啊。哎呀，很好，你唱一个歌，我们来欣赏一下，缓解一下压力。两只老虎。哎呀，我的压力好大。我会的手艺呢，我就比他这强。你说说你什么手艺？竹板慢打响叮当，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。来人呐，您看我这行吗？您看这。哎呀，你是要饭的呀？不是，把我这搭桥都吓坏了啊！你会这手艺就是。问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坐到我这个位置上？那个会长，人嘛都有一个梦想，对不对？您说了不想当厨子的将军不是好裁缝，是不是？我也想
当会长，反正试试。打算什么时候？三年？五天？自己有没有一个目标？我觉得三年吧。三年之内就是准备能坐到我这个位置上。哎，我觉得两年就可以。给你两年时间，好不好？去吧。我不想走。两年时间，我希望两年之后你在这里坐。嗯，我是不是说？我问你，想不想当会长？想啊，不想，想。哦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回答一定很重要。再问一遍，想不想当会长？想。想吧。我想是对不对？是不是要不你先问他？我先摸这个路数。好，想不想当会长？我不想，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评价很精准，我觉得我能踏踏实实当一个二把手就可以了。我留下你了。哎，谢谢您，会长。好孩子，会长我也不想当。单纯善良，你闭嘴。没看见我在和我们的二把手在聊天吗？啊？你愿意当会长吗？我。没有设想过自己能当这个会长，你现在已经是了，苦大仇深的，你看，我干不了，你这是辞职了，我做不了会长。很好，你这个态度其实我倒是挺满意，这个人知道自己的饭量其实是很重要。这个多大年纪了？我23。你呢？我32。你们都是替孩子来报名的吗？不是。哪里人呢？我家是辽宁抚顺的。哦，抚顺呢？抚顺有好多煤矿，当地还出煤黄，你一定带来了啊，因为没有空的时候来到会长这里见面的啊。拿出来吧，小伙子啊，哈哈，我就喜欢你这个状态，真是懂事儿。因为像这种面试要空手来的话，就没有资格坐下来聊天。琥珀，琥珀那个。琥珀正，你虎啊！琥珀正坐着呢。哦，正蒸着呢啊！啊，那叫窝头。哦，这个两个人有什么特长没有吗？我最会的就是跳个舞啊什么的。哎呀，这个现在上海滩有很多的这个舞厅啊。哎，这琥珀出来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开一个舞厅。那去吧。不是，我的特长就是争取。在抚顺找到一个秘方，能把窝头都蒸成琥珀，利润差就出来了。哎，你这个想法有没有和其他的中医都讲过呢？嗯，没有。其实你还适合看中医，因为中医能去根儿。哎，我这是病症啊。这个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，允许你们在年轻的时候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，这些都是对的。啊，但是这一切之后要脚踏实地。好，会长。到了我们这儿呢，都是要重新的选定一个名字。你们来的这一批年轻人呢，哎，我们都把它排在这个云字里面。有这名字好。云平。好好好啊，虽然说平淡，但是生活全是在平淡里边出来的。好，希望你一生平安。好好好不好？那云平啊，这个云平掐指一算，这名字有能当副总。嗯，是吧？那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他这是云峰。你想想，云彩跟山峰合在一起，可见你以后会有多大的事业，很厉害啊！从今天开始，哦，我就叫贺唐，孟贺唐，拿着你的身份证，谢谢会长。以后你的名字叫曹鹤阳，谢谢会长，好不好？谢谢会长，我给你起个名字，叫什么呀？叫贺伦，凡事要小得伦常，懂得规矩。听您的，我给你起个名叫九溪，希望你阳光。啊，不要一点什么事就哭哭啼啼没完没了，像个怨妇一样，好吗？啊，你看这就来了啊，嗯，来吧，恭喜你，小伙子，上九溪。谢谢会长。嗯，不客气。嗯好，去吧。前三科已经满了，你是肖字的，肖贤。希望你做一个贤德的人，祝你好运，努力。好。嗯，因为我们这个四科。九位老板跟着我上海沉浮里面，他们两位资历是比较深的。哦，此公叫栾云平。嗯，啊，本名叫栾博。嗯，小名叫潘潘。潘潘，还您跟人说这干嘛呀？栾潘潘一点气势都没有了。我是非常的喜爱他。还有这一位啊，你看他比较好理解，他也是。云字里面来的比较早的，号小李，他的本名叫栾，哎，算找着爹了。本名叫
朱云峰，哎，啊，但是在大上海一提烧饼，没有人不认识的，都吃过啊，都知道啊。他们两位也是在我的左膀右臂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非常的欣慰，很感慨，很感慨，大气、稳重、文雅。旁边这几位呢，是我们赫字科的，中流砥柱。嗯，赫字科的最大特点是眼神都不好，都戴眼镜仨人。这是我们赫字三杰，赫字三杰，来，赫字三杰，三杰，一、二、三，赫字三杰，智力上稍微欠缺一点啊，现在正在服用中药，我们相信啊会调理过来的，会调理过来的啊。好，这个这边这三位呢，短衣襟小打扮。你一看就是精明神武，是因为他们买一块料子做的衣服，这是原来我的一个床单，后来我实在用不上了，我就给他们改了啊。哎，在旁边那个，哎，往前站一点。你跟谁打招呼呢？那后面那几个妇女是你带来的吗？啊，这都是我小姐妹啊。他们姐五个呢，就是我们这儿一个著名的歌厅的一个组合啊。他叫秦霄贤，他的总体特点呢，我们请这个于会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于会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说得好，谢谢各位。好，闲话少说，今天开始我就要正式的退隐江湖。不要再，你是不是高兴太早一点了？就是，阿成的还是欠管教啊。哎，这个态度我很满意。小梦啊，你怎么难过成这个样子啊？怎么就这么早就怎么就退会了呢？啊，退会了，退了。记住了，退会不退费，知道吗？本来就是会员。师傅，坐这儿。哎。我错了。错在哪儿了？哪儿都错了。那你说吧，先说出前十点来。我不应该这么笨，那不怨你，也不算。我也不知道了。怎么好像我很可怕的样子啊？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哎，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，朋友交往得对人家好啊。对啊，你一般来说对别人好都是用什么技术手段？说话特别温柔，还特别爱跟人比心。比心我可知道，因为心脏嘛，让咔咔不是，这样小心呐。啊，对，有时候这样，有时候一高兴的这样。这不是大绵羊吗？俩鸡子。这个看着挺单纯的啊。有没有说跟人夸一这样就啪给一大嘴巴啊？没有没有，不跟人好吗？这是代表着好啊。对对。嗨，我还以为谁跟我这样是借钱呢，像不像啊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好。记住你对人好的方式。你是打东北来的，闯荡上海滩。对，曾经有一个人在你初到此地的时候对你帮助很大，你看看他是谁。想起来了吧？栾哥。这图P的也太假了，这图啊。我能跟栾哥这勾肩搭背的吗？这不疯了吗？这不呀，也不见得不行，挺好的啊。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保护他。哦。另外呢，这儿有三把扇子，如果扇子丢了，就把你的名字留下来，带着你小二的光环回到你的东北。但是还没满一年呢。不着急，那可不着急，这就摘了。没事，摘着玩不要紧啊。收拾东西，到车下面去等我。好嘞。今天这个围绕着金手指一直在忙活啊，争夺战。为什么到最后是岳云鹏的手放在门口，那个门打开了？为什么？因为里头管开门的叫刘小平啊，是他徒弟啊。玩笑说玩笑，他的成绩有目共睹，大家看出来，单凭金手指你怎么捅，你怎么杵，你把他杵得烂了他也成不了，还是需要努力奋进。所以单凭金手指，单凭一个幻想，成不了事儿。理解了吧？理解了。今天这个
只有金小贤与众不同。你一会儿跟着我走，跟着谦大爷走啊。好，好，各位，接下来你们要各就各位，都随便站，自己挑号啊，挑个吉祥的号啊。等等，哇，你们先挑，剩一个是我的。我站这儿行吗？行，那我来这个。行，那我来这个。我来第一个。好，总队长就得在前面站着啊。每个人脚下都有一个了吗？好，好极了啊！来，秦小贤，哎，跟我跟于老师咱们一块儿走。好嘞，好，一会儿楼上楼下见。哟，太好了。我可是有年头没玩这个了，头年什么时候玩？还没来过呢。你们都听见了吗？听得见。好极了啊，好极了。但是我把比赛规则说一下啊。金手指打保龄球，球瓶被击中后，对应号码的人落水，浮板上最后留下来的人任由金手指挑选成为搭档，若所有人落水，则游戏重新开始。那你来投一个。您这不是一马当先吗？您不副总吗？来，各位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打球了啊，请其他的人站到圈子里面去。这能行吗？这个也有点怵，这个这可够深的啊，我害怕啊。请大家各就各位。你别慢点，轻点。岳云鹏，我害怕啊！岳云鹏站好，站中间安全。来吧，各就各位吧。秦霄贤，你技术行吗？不咋会。太好了！这要一个没打着，那咱们就开心了。好，现在一切准备就绪，秦霄贤首先发球。好了，你们的命运要掌握在我手里了。碰机会，晃的，我觉得挺安全。这有点沉。没事，喂。啊，阿秦要开始玩耍了。同志们来了啊！准备好了，要开始了。哎！不是吧？呀！都倒了，好像。好壮观啊，哇塞，太棒了。哎呀，小谷，谢谢小谷。你们要记住，是秦霄贤把你们送到这个位置上的。好开心呀、啊！感谢一下秦霄贤。不用谢。我跟秦霄贤是搭档了吗？现在你和秦霄贤是一对搭档了，恭喜你们！好的。我的天！咋来回事啊？不就？我就没跟王哥使过活，就是。一会儿我跟他们说，你要求再来一次。可以啊，那我同意啊，换个搭档。他考虑一下，他觉得栾云平未必合适。对。出于人道主义，我和于老师商量一下，我们同意了啊。
我们就不考虑节目组愿意不愿意了啊。对于开始政策有个倾斜的，那当然，对吧？这是一拍即合呀。是的，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，我特别兴奋。要没有您也打不起来。都听我说一下啊，这个金手指现在不是秦霄贤吗？刚才一个呢，剩的最后一个是栾云平，啊，他觉得选这搭档他不合适，要求呢再打一次保龄球，他再选一次。所以各位都站上去吧，这秦霄贤的要求啊，都站上去吧。哎，你让他直接挑谁？你让他挑不行吗？秦霄贤强烈要求你们再来一次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啊，比赛就是这样。太吓人了，主要是我也没玩够呢，可能啊，你他自己说实话了 不录，我觉得这样不录了，也就是我白高兴了是吗？不是，人家怎么是人没相中您吗？对呀、啊，是没相中吗？对呀、啊，很直白的就是没相中啊。栾云平，没有意义，快上。要开始了，秦霄贤已经按耐不住了啊！不是，我就问一下，是秦霄贤没相中我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就别问了，三轮回去吧。行嘞，秦霄贤，你别毁在我手里啊！他已经乐得都合不拢腿了。你可记住了，这回你没选中我啊！下回你要落我手里的时候再说。他不是选不中你，他是没看上你。我记住了。好好好，秦霄贤啊，孩子，你这人缘算围起来了，从此你就是一哥了。那是，哦，哎，我现在有点上头啊。哎，既然秦霄贤有金手指，让他自己说单口吧。不是。哎，栾云平啊，你是总队长吗？秦霄贤是。哦，秦霄贤就是德云班主了。哦，别我就好，我危险了啊，危险了啊！他们这么嚣张，你还不跟他们来两句？快上，没事。你说我不怕你们？栾平，大声喊，来给他们上课说。你们就瞧好吧，你们就。哎呀，他也豁出去了。在哪儿呢？我过去找你去，秦总。哎呦，我走吧，别来呀！我们救不了他了，这自个儿惹的祸自个儿扛。要我踹上去吧？就直面人生吧，我觉得这无所谓。人生谁不挨打呀？其实你要不作没事儿。不是你们挑子的吗？秦老师，哎哎。哎，我在这儿，不用叫，不用叫栾云平，叫小栾就行，叫小栾就行。栾云平，不是这是怎么意思？不是，哎呦，我没想到我混的还没有相不中我的了啊！站什么站那儿？我要让我站这儿，好，好嘞，我站哪儿就站这儿，合适就行了。好，哎，怎么着？您有什么指示？啊，你该上课给他上课，没事。我就说你多玩两圈。谁呀、啊？你、啊，我可以。您说什么？体验一下，没问题。您说什么是什么？就是我去，就是不是，我就想再多玩两圈。你想多玩两圈？对，行、啊，好，我能明白你意思。我也体验一下总队长的感觉。他就想多玩两回你。但是如果要是我还要在上面的话，那我就自己再跳下去了。行，还不乐意跟你了。不是，我回去了啊。你走吧。行。栾队。啊，什么？嗯，什么？没事，就下去吧。啊！这德云社，你真的，你头一个。这个栾云平也有落到秦霄贤的手里头。不能，这不能，你把总队长弄得跟怨妇似的，你看看，撕心裂肺了。也怪可怜的，作威作福这么些年。啊，被一个新人啊，就这么凌辱。我秦老师，我还是做第一个是吧？好嘞，您圣明。你看这个作死的样上去一趟，让人教训完了，态度就不一样了。这以后炳哥都得听人家话，都得。这你让我回七队怎么管呢？这咱跟人客气点，您回不去。哦，七队归人家了，完了。以后我就进七队了。一队队长进七队了。
你看讲理不讲理？各就各位，秦老师要准备玩耍了啊！嗯，你把一号拿开吧。哟，我这儿没有心理负担。你看趋势怎么样？好，好，秦老师要开始玩耍了，预备。开始！拿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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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拿起来呀！哎呀！哪个啊？谁跟谁啊？就立着一个二号。我。他刚才一边打球一边喊，我就爱周九良啊。就爱周九良。喊好嘞，我以后连周九良一块办。活不了。阮哥，您位置是不是站错了？我可不去了。您是不是站错了？我可不去，我掉下去得了我。请大家站好，还差一个球呢。你还差一个啊？还差一个，你就往边上轱辘就行啊。对。有。预备，开始。啊！啊！啊！我中了！漂亮！就谁也不想要了。大家整体掉一次，上来以后再重新来。我们明白秦霄贤的意思了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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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你说来，所有人给我跳下去，快来啊！你得先拍胸脯。你说大家好，我是秦霄贤，现在你们给我跳下去。哎，然后用这姿势啊，横打鼻梁，横打鼻梁。哎，拍胸脯，横打鼻梁啊！大家好，没话筒听不见。我叫秦霄贤，我命令你们现在跳下去。哎呀呵，什么？真有听话的，真有听话的。下去了。那不行，那我也听。我不跳，就剩下儿徒和爱徒了。你愿意跟他呀？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跟他。你愿意跟他呀？我不愿意跟你还敢跳？我还跳吗？大声的喊，跳！跳！来吧，都到台子上来。阿琴要开始玩耍了。哟，咱呀，咱别来了，咱找他去吧，没完了，要不然。咱打他呢，咱俩走走。要不咱躲躲吧。完了，秦霄贤，我可救不了你了，把人都得罪干净了。哎，自己闯的祸呀。那是，自己扛去吧，我们可拦不住。你藏不了，他们那边全视频。没事，孩子啊，这人生大不了一次。
我错了，尝那个球下边去。人呢？他人呢？哎，来人接你来了，秦小姐。我觉得他们不会找到我的。老秦，哎，这也是啥？喊你别答应啊！你单点放开，你听我的，你这节奏，你也别跑，是吧？不能搁的，我们求你抬你，是吧？秦小姐，过来。顶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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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我的妈呀，叫鼓来了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哎呀，叫后滚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哎哎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这个辛苦各位啊，不管是儿徒爱徒，最后败在了秦霄贤这个歹徒的手里面啊。歹徒现在你们站在一起，我们要宣布一件事情啊。首先是秦霄贤经过他的努力跟恶势力们做斗争，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。秦霄贤在这些人里选一个搭档，那么你认可谁？就当然你从艺术上你不敬佩栾云平那是另一回事啊。不是，你选择一个你的搭档，求你选一个吧，快点吧。炳哥，您火写好了吗？我现在写好写不好，我也不跟你。您现在没人缘了，没玩完没朋友了。你本心想跟谁呀？我想选。不用不用着急，就非得选我，你不是不用啊？那你往当中间站。您说去。是，我就是先把自己先摘上去。我一开始想说，就是找个就是正经捧哏。现在没有一开始了。就是就大家能一块儿算冷节目。没有大家一块儿算了。秦香贤再也回不去了。第二把，你使了劲了，奔了周九良去的。这个我作证，他说的对，是。他就是想都打下去。哎，是，我看见了，但是我也拦不住啊，球在人家手里了。后来我说散了吧，散了吧，他说非得我再打一次吧。这句我也听见了。我来周老师吧，还是周九良。我跳下去了，我跳下去了。我明白强贤的意思了，就是他没选中我，但是选出周九良了，就是我这个能力绝对不如周九良。不是，栾哥，咱们再见了，拜拜。哎呀，你上哪儿去，九良？水底下，师傅。你是超过栾云平的人呐？不可能。孩子，你不能那样啊！哎呀，怎么不能啊？哎呀，秦霄贤，你害人了！师傅，我现在怎么，我点谁跳啊？你要能把他们都说下去了，让你敲大爷跟你一块儿。哎，真没跟周九良啊？行，都定了跟周九良的。他要是这么喜欢周九良的话，周九良也以跳水名士，生死要跟他在一起，咱就成全了。白跳了啊！九良，恭喜你，终于跟秦霄贤。我们集体谢谢周九良。